你唔记得咗你系边警察咩？许慈华三年，三年又三年，三年后又三年，十年都嚟得头啊，大佬！欢迎你加入我哋警察学院。Yes sir。我哋知道系佢噶啦，已经入去 file， 其实已经有足够证据嚟缉拿佢。揾翻第二个 case， 你而家系 charge。家人听下你自己拣嘅。我知道。好啊，咁不如我哋去 food truck 食饭咯。他妈的，臭小子！阿 Sam 啊，而家我 on track。This is my show。hold 住 ，hold 住。My show。咁搞法冇玩嘅，我哋输紧。大家咁话，我知道你系咩牌，我赢啦。John 走咗啦。吓？点解啊？其实我系朋友。他们三个，小说我写不下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就是应该有始有终，不需要你给我们交代。你就系呢只牌啊！